什么作业呀？我布置就是抄写真字和字母，它所有的拼音都是会的，这个是很好的。每天都有家庭作业吗？对，我们除了汉文的作业，还有藏文的作业。我们作业第二天。那有没有最高兴？今天他妈的谢谢不按约的，干饭的时候不谁都逃不过九年义务教育。近期不少媒体到甘孜去找丁真，不论是拍视频还是采访，再或是吃饭。近日某媒体在给丁真拍视频时，丁真的汉语老师也在一旁，被问到丁真的学习情况，他表示每天都要写作业，第二天检查，作业就是抄生字和拼音，还夸奖丁真所有的拼音都会，这点很厉害，也希望丁真早日掌握写一手好字和说一嘴流利的普通话。他和你就来满足